单属于你，只要你一句话，马上行动。高岛在台湾已经45年了，那我们一直都是秉持着一个日式的精神在经营这个品牌。日式里面呢，其实就代表了一种传承稳重，把这个新的 logo 用家徽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家徽里面带入我们高岛的一个高字，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 Taka T A K A， 所以它除了有一种日式的传承跟稳重之外呢，其实它多了很多新的创意在里面。这一次的 TBC 我们其实是走一个特务的概念，基本上就是想要表达一个神队友的概念。当你在回家，你任何一个时刻，你累的时候，你需要神队友的资助的时候，马上就有很适当的一个产品来当你的神队友。这一次的改变可以看到，我们走比较科技跟质感，是把它结合在一起的，有别于以往的一些传统的方式来呈现整个新的品牌形象。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带给消费者一些新的感受。我是跟冰箱装，我觉得这次呢，就是电影感很重，然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，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办客。然后因为光汉其实也很有拍戏的经验，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在配合上面还蛮快的。就是一个神队友的概念。呀，哎，就会呢，太棒了。然后你看，从外观到性能，绝对完全没问题。来吧。哼，蛮好的。如果是说到家里的神队友的话，其实真的就是台湾新马，就是你最好的好朋友。身为特务这件事情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像你特务，你每天都在出各式各样的任务，你的生活中都有不一样的挑战，所以人生当中的疑难杂症。对，所以回到家，你的神队友在家里等着你，他就像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动的那个靠山，永远在家里守候着你。我们的神队友还有名字，就是我这台有一个功能会吓死你，我可以声控。哦，对，我可以说可以声控，嗨，他敢讲。阿卡讲，对，然后他就会说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服务的吗？这边有列一排，对对对，语音方式，对，就可以直接操作，对，就是非常的贴心，你不用自己按。嗨，阿卡讲，是。我觉得每一天回到家15分钟放松的身心，对，我觉得是可以，很重要哎，对啊，而且就很像充电。说到充电，哎，我这台可以充电，来，让手机快充。吼什么吼？看到了吗？有一个叫卖的 feel。来，告诉你们，我这台新版的哦，它这个有手机直接放上去就可以充电的，而且它还有支援蓝牙喇叭。喇叭在哪里？就在你双耳这。双耳这边。超级酷。有一种就是头等舱的享受。对，真的。然后还有像它足底的那滚轮啊的那个。对。你刚不是有试按？告诉大家什么感觉？我刚试按，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像，就是真的去按摩店的师傅，然后用手帮你包住，然后这样用他的大拇指一个一个这样按的感觉，那个真实感很清楚，真实感非常非常清楚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刚刚在拍广告最后的时候吧，因为这边的灯光跟坐在这个椅子上，其实我真的有睡着，我也有睡着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哦，他们的椅子有一个魔力，对，它有一个魔力，就让你整个人陷进去，然后有点不想起来。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魔力好像是因为它那个零重力的设计，让你的身体是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角度，对啊，就真的超级舒服的。就是你一躺上去，它有智能的那个侦测，它会先侦测你的身形。然后呢，把那些滚轮就放到最适合你的位置，你不用再自己调，所以就很像我们那个广告里面那个有一个桥段，就是有一个红外线扫描我的身体，其实就是同样的意思，让滚轮跑到最符合你身形的位置，然后帮你做按摩，超贴心，这就是神队友。我们这样说啊，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感受？不如你们不要听了，你们就直接去门市试做，门市试做，对，这个最实在，对，最实在。而且母亲节快到了哈，知道吧？有点表示哈。对啊。新队友，狗神哦。I got you back，超神队友。
高岛。